到很多古迹海的厂房是为日本时代留下来的，是真有文化价值的古迹。当时厂房每天都生产300几吨的盐，是台湾盐的主要产地。如今厂房开放给民众来参观，回味当时的情形。文化了，这个所在已经献给国家，是国有财产局的。啊，现在真好佳哉，有云嘉南啊风景区管理处哈，那帮他做一些整理哈。啊，上重要是咱这个特别有趣公司哈，那徐总裁哈啊，佮改活化。啊，把人潮带进来，我想啊，这个所在未来一定是咱滨海线一个上界重要哦，啊，上有吸引力的一个观光景点。北门是伫盐工厂，是用北门的盐甲在地农业做结合，推出着真济在地特别商品，希望会当带动地方的发展，和在地少年人留伫故乡，为当地的产业做回来拍拼。那当时我们也在想说，因为有认识的在地的一些年轻朋友，他们要谋生找工作也不容易，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说呢，那这个地方当时是已经就是前面的经营者已经是放弃了，那我们当时就想说好，就把它接手过来啊。那一个就是说带动地方，一个就是让在地的年轻人有更好的一个工作环境。欢迎游客来到北门铁佗的时阵，来参观北门是伫盐工厂所留下来的古迹，也会当来买在地特别商品，来一撮放松的旅游。蓝天新闻，施嘉龙、林建明，北门采访报道。